你知道哈姆雷特吗？里面有一场戏很经典，王子想要知道是不是自己的叔叔篡位谋杀了自己的父亲，于是他就安排了一场戏，他把谋杀的场景演给了叔叔看，借此观察叔叔的反应。然后呢？人最害怕的是发现自己最不为人知的秘密，其实早已经被别人发现了。不如，咱们也演一出戏。他抢走了我的身子，抢走我的脸，抢走我的一切。你不觉得奇怪吗？给我查。罗先生真的活着吗？还是你替他掩盖他杀人的事实？闭嘴！你到底对千叶做了什么？就算谁给你的，告诉我。